我现在要带你们去看我阿婆的衣橱。小时候呢，我都会陪我阿婆去摆摊卖衣服，然后她还会自己做衣服跟批衣服在市场卖。她在市场卖的时候啊，都超多人跟她买，常常都会卖剩下一两件或几乎卖完。回忆起来的时候就想说，我阿婆是没事就在跳楼大拍卖吗？我找那个照片出来，反正我那印象真的很深。我小时候跟他去市场卖衣服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就对了，因为他就是一直都还蛮多衣服。那我们现在来去搜刮他的衣服。好，那我们去看你的衣橱。衣橱啊，我小时候都陪你去市场卖衣服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记得你都带我去市场卖衣服。对啊，你的衣服都很多人买。对，为什么这么多人买？来买衣服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在来买衣服啊，嗯，是看着不喜欢啊，我们就不要生气了啊。是试穿我的衣服，他不喜欢啊，嗯，我们一定不要生气。你说什么啊？那下次什么时候整？哪一天我还要去台北批货啊？嗯，批回来你再来看。嗯，第二次我去批货回来，他看到有喜欢就会给我买。他去别的地方买衣服，很多人都怕卖衣服的人看到啊，他不怕我，他让我拿给我看。我买这个衣服会不会贵？我说不会贵，很好买，这个很便宜。你今天要这样讲，连卖东西都很随性的意思。嗯，我就记得好像大家在跳楼大拍卖，然后一堆人冲来这边抢衣服。哎，有一个人那就好几个人来。第一次卖的时候，用报纸去包到我手，我说嘿，我以为我数钱数的嘿，有的是批一件120，我也卖到150，赚30块。就是很好啦，那时候的钱，后来又比较便宜，我批回来，嗯，有一样的衣服，批货那边他会降，嗯，我们拿回来，我还是卖150，100块拿来卖150，60块我也卖100块，有时候剩下50块我也卖100块，对。但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去批货啊，比如说他买了500块，他就卖1500或者是2000，哦，那太贵了。不行，那我没有赚那么多，哦，我赚的一样，这样子就很多。可是现在比较不一样吧？那你也会自己做来卖吗？不用定做，我做出去，人家穿着可以穿着就我给我买啊，哦，大概做，我去看你衣橱，我们去看你衣橱。看我的衣橱干什么了？去看你衣橱啊，嗯，又讲干什么？但是又很开心带我去。我不是很厉害的人，我不厉害。看我衣橱干什么？看你衣橱有没有很厉害的啊？衣橱挖宝，好复古哦！我看一下你的。那以前我自己卖没有拿起来穿的。这个是你很喜欢穿的吗？是不是？爱心豹纹感哦，嗯，来看看这种呢，比较没有穿啊，以前有的，有点旗袍的料子，嗯，这花色蛮可爱的，我可以穿。这个最贵的一套9000块。嗯，这一套很漂亮，这日本的，以前我卖的裤子哈，都很亮，特别好看的。舞台装，都是现在又流行回这个，哦，这种珍珠包包了。这我请人家做500块，做500块的，我有一件旗袍啊，这也很好看。那剩下的布拿做起来，这个，啊，嗯，30年了，你还穿得下吗？可能穿不下，我不知道。日本买给我的，你日本念书时回来这买这个，很漂亮。原来是我送阿婆的。嗯，对呀，啊，这个帅哦，豹纹。这是我自己做的。是你自己做的。但是你等一下要不要穿一下？可能穿不下，我不知道了。哦，好，那等一下穿看看。哎，不要了，穿看看。我要不是表演的吗？要啊，要表演一下啊。你不要骗我，你叫人家好给我上镜头。我骗你什么？你穿，然后再换我穿。这很闪。好，你穿这个好了，这个也不错哎。对。那我决定了，我帮你选3件衣服。好，然后你换衣服。好，给我看。他刚刚说我要骗他换衣服，然后结果自己又很开心。你在帮我的假头发放在这里，现在没有用了，没有染头发，没有戴了。我看你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到底有什么？你不要看我，我很老啦。嘿。很可爱啊，换我戴。嗯，如何？好高，很高。哎呦，哦，不一样。等一下要这样换衣服吗？这个发面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
你毕业的时候买给我的，跟姑姑一起买。就是补下面。哎，是补下面的，上面有白头发。现在我不怕啦，白头发很舒服啦。我姑姑很会做这些东西，做的包包。我要帮你看，你要穿哪件呢？我不要穿了，你要穿。你刚不是说你要穿可以穿？哦，就自己讲的。啊，不，你换这件。换哪一件？换这个。不行了。你不是要，你不是要穿给我看？这样配就好了。好了，我要睡觉了。你要走台步一下。很好看啊，你喜欢这件吗？我喜欢啊。哪一件都可以了，我不大喜欢了。好了，好，那换我穿。好，我来喽。还穿着拖鞋哦。变洋装感了，很可爱啊，很难看得到这种整个金葱的很漂亮的，还有这种版型，很修饰身材。讲啊哦，我再去看阿婆的第二套，好看好看，去那边走台步，好看哦，很好看，气色很好啊，这样子，真的啊，很漂亮啊，我要去哪里呢？喝咖啡，好喝咖啡，喝个拿铁的，拿铁为什么这样？哦，好漂亮，你看，哎呦哎呦，哈嘎塞妹。那我看看，你再穿一件。我不要你啦！要啦！你不要接我走做古董了。你很可爱啦。这个比较大件了。我换你那这一块。妹妹按奖，你要去哪位嘞？好，我去逛街啊。谁没按奖啊？这也漂亮。二十多年，三十年了。二三十年的衣服，包包更久。我不结婚的时候就有了。三四十年吗？三十多。这衣服三十年就对了。要接这个花样了，很多布来拆。它这种是那种大品牌用的那种，很贵的布，很有大牌的感觉。你要穿我的衣服？上班。你来，你来。要睡觉了。你要睡觉了。啊，我一直说要睡觉了。就这样。穿我的，这个穿得下。三八，来来来来来，你看，你穿得下，很潮哦。露单肩啊，好看哎、欸！我不敢。你看你自己去看镜子，变成摇滚阿嬷了。你看摇滚阿嬷、啊，时尚哎、欸，是不是？你们年轻随便穿都可以。是阿婆连线穿出去，人家看到那个很好看、欸、姑婆来了，很好看。我的奶奶给你看了、啊，奶奶好看。我的奶奶呢？啊，不要不用了，不要再嫌奶，不要再嫌奶了。我的奶奶很漂亮，你们看到我老婆还会嫌奶。老了，不怕。好啦，嗯，好，你要睡午觉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睡午觉。好，谢谢你爱我。穿那么高，那你要穿。我不要了，肩膀刚刚好了，你穿就很好看了，给你穿好了。啊，你是 model。谁为俺讲？谁为俺讲？青春的泪花，讲的好温柔。一马踏八戒，俺不生言辞，满山开茶飘香。红尽粉面，流残泪共肩，小手细脸线，擦掉秋霞孤身，下一把戏梅神，摘茶爱摘香，表一把热心，那梅神关键用在我三个人头前，让狂心情天来变好天，秋年。
用甲杀呐！回来来逗弄我干什么？我要睡觉。我没有捉弄你啊，因为我一直被抓来。来，这样子，你睡下去。好，睡下去。不要太下。好，这样。对。好，去要转回来了。回来。哪有人皮包拿着带掉的？好啦。